今天晚上煮一个竹笋炒鸡蛋吃，然后因为我外甥女蛮喜欢吃烧鸭的，然后就买了一半烧鸭回来。这个竹笋是我们昨天去找的野竹笋呢，这个好吃啊，有钱都买不到。有钱还是买得到，还是买得到的，有钱啊。今晚上特别丰富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还有啥？这边还有烧鸭。还有牛肉，这个牛肉是年前的时候我买的，买了十来斤放在那里，不舍得吃。你看，没动它，这个鹅在下蛋了。嗯，要下蛋了。我外孙女在这里看，走，走开点，它这头哦小了，下了个好大的蛋，看到没有？买它，买你这些，不能捡，出来，先出来，快点。拿我这里，拿就在这里。现在不能解的，要等那个鹅那个蛋蛋冷了再能解，是不是？现在不能解啊，明白没有？你在这里守着，不要给狗拿了。哎哎哎，去哪里？哎呀，我后排打你，真的没有？你拿回来没有？没有。那你去把那个鹅蛋拿回来。啊，现在蛋干。哎呀，这个鹅啊，还是挺厉害的。两天一个蛋，噔噔噔噔，到煮给你吃好不好？你喜欢吃吗？喜欢。记得口水都来了。稍微接黄点吧。肯定要接黄点了。接黄点。香一点啊、哦！嗯，但是这个吃的估计很上火的吧？没有吃才上火。那鹅生的了，生了没有？生了，生了。又黄。哦，差不多，差不多了。手艺不错，手艺不错。不着急，你这个焖一下是吧？对。不焖一下，那个竹笋比较难熟。好吃的话，明天再去山上摘。我们这里山上好多这个竹笋。哦，焖一下。你做了？好香好香，看到没有？我老婆的手艺啊，就是不错。今晚上又要好吃的了。吹牛。多夸一下，多夸一下，我就不用下厨了。上次啊，我煮的不好，我明天再说。现在我都赶快给我老婆煮了，我都等着吃现成的。哦，这个蛋真的是，真的是爽啊！土鸡蛋，土鸡蛋配野猪手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嗯，越讲口水就来了。吃。哦，好，满满一大盘。哎，烧鸭。等一下，把它放到锅里再炒一下，炒干一点就香一点。锅里那个水都没搞干净。不是，是这个烧鸭的水。烧鸭哪里有水啊？哇，还留了个鸭腿啊！对啊，那你今天喜欢吃鸭腿。哇，你想的真周到，慢点啊，不要给鹅看到我，快给，慢点慢点，不要刷掉了，给我看一下，给表弟看一下，好大一个，到叫舅娘煮给你吃好不好？好，舅娘，好，帮你炒烧鸭先，哇，好大一个，拿来放起来先，不要搞烂了啊。轻点，轻点。哦呀！我明白。牡丹，牡丹，哈哈。牡丹，牡丹，牡丹。啊，先把它放起来。看到没有？
生了这么多了。哎呀，肚子饿了。嗯，好香好香。你来炒牛肉啊？啊？我来炒？我是你炒的好吃哎。嗯，好吧，那我来吧。我来就我来，我一出手，绝对不一样，是吧？放了盐腌没有了？全部都放了。好，那就。然后炒辣椒，绝配。放盐了呗。啊？放盐了呗。放了盐，这么多钱哦。那你再放盐吧。再放一点点。这个你炒条要咸一点，好吃点。羊肉炒得太熟了，不好吃。酱油吃的太多，不好，太炒了。又得一餐，准备开饭了。这个也叫节俭呢。快点尝尝了。生活越来越好了啊！吃夜饭快点。看到没有，生活越来越好了。你这个叫什么？牛肉烧鸭鸡蛋还不算好生活，那你说什么样的生活才算好？大鱼大肉。意思是没有鱼。啊，对。好，吃饭。吃饭，吃饭。